即嘛接落哈，193页。迄、那个徛舍，比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，土地所生肥沃，哦，丛林及诸有草，种类若干，名色各异。即嘛，咱来了解，迄、那个三千大千世界吼、哦，已经佛陀一个比如安尼。比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结果，众生含佛以及凡圣同基础安尼。即嘛，我搁甲注意讲一下，这个一定爱不时讲。咱佛陀吼，每一尊佛拢有一个大千世界，每一尊佛啊哈。但是咱这个，咱即马这个大千世界叫做三宝世界，咱知影无吼？三宝世界，但是三宝世界按照《人龙佛国经》讲的，按照《人龙佛国经》就从有一百亿的须弥山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即马搁在讲，因为这个代志吼，足多是无解了解安尼，吼、哦。安尼拢总吼有一百亿，但是这个一百亿，即马用这个，甲变作安尼，安尼来讲啦吼，吼、哦，会记真哈。那么这个中间有四天王天，吼、哦，啊四天王天下面有四大宝珠，吼、哦，四大宝珠啊。即嘛，即个吼，四大宝珠有东胜神州、西牛河州、南瞻宝州、北牛罗州，其实有四天龙天，吼、哦，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安尼。啊，即嘛，其实即个叫做陀离天，陀离天亦中文叫做陀离天，亦中文叫做33天安尼。陀离翻译叫做33，但平面指的，佮其实有一个叫做夜摩天啊。夜摩天其实倒数天，六变化天，昙化自在天。好、哦，即马我无要讲这个，这个有讲过啊。即马要甲注意讲一个吼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咱这个大千世界是众生圣人同居土，共居，咱拢住伫遮。但是咱今日是住伫这个，只讲住伫这个的四大宝洲。啊，了解吼、哦。啊，唔过，伫即个太阳系，咱即个太阳系内底九大行星，只能讲即个吼，太阳都照到遮，照到陀离天，佫其实照袂到，其实夜摩天都太阳照袂到啊。那么要甲谁讲一个吼？真来地人，无量的一百亿个即落个须弥山，但是偌大，咱曾经有迄个天文学哈勃望远镜吼。哈勃望远镜有讲出来，在科学方面有讲的，这个苏米山跟这个苏米山讲，这个太阳系跟这个太阳系，多少年六个月，十年六个月光年，安尼，光一秒钟，贴安尼多走300,000里安尼。一秒，好、哦，即我前日就甲恁讲过，即我都看到资料。那么你甲想讲十年六个月光年，安尼看一个甲一个偌大，吼、哦，这个我是看到这个哈勃，迄、那个天文学的地联合报看到的，无偌久呢，差不多伫古阵年就讲出来。我有闹调工去买一本迄个册登来，吼、哦，因为咱有看到这资料。啊，就会当正式佛陀讲的，所以今仔佛陀所管辖的，拄啊拢总有一百亿的须弥山。啊，一个须弥山甲一个须弥山，十年六个月光年安尼可见咱佛陀这个大千世界无量
会再讲算未出来。啊，所以即马即个是个基兰福德诶，即个苏密山啊，毋是基兰福德管理诶，即个哥沙婆世界，迄、那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个治安呢。吼、哦，即段一个讲安尼哈，但是伊即马佮讲诶，无量诶山川啊，甲溪谷，因为即个也有山川，会记着呐，即个也有。树木、花草，这里有花草，四大部这里有花草，但是这里有无？当然，咱用咱人的肉眼，四天王天有无？应该是有那有。那么这里土地天有无？应该有那有。啊，这里亚摩天有无？因亚摩天经典的记载有红莲花甲白莲花，应该有那有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这里倒数多天的来伊甲外伊，因为有这个树木。树木加说法应该有那有安尼，吼、哦。不过迄个世界含咱这个世界，咱看袂当着呀。唔过因迄个世界的天意会当了解这个，吼、哦。所以即马伊是计讲无量无数的山川山啦、啊，穿着讲细条沟啊安尼哈，穿一个机械条沟啊，土地啦，土地中所生的这个。因为这里废木哈，迄阴正阴读作废，废木，废木是啥？草木的意思。所有的草木，就是用废木来讲安尼，安怎样哈？那么搁再来丛林，就是讲迄个森林内底，以及森林内底这个油草，哈、哦，种类肉眼就讲种类无同，有各色各异安尼。各色各名色各样，就讲迄个名称也无同，啊色地也无同，啊类别，迄、那个叶啊啦，也是讲迄、那个有迄、那个用途拢总无同，哈、哦。所以真内底较讲安尼哈，但是伊真内底解说是先解说，即、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众生有分，所以的凡性同基础。因咱即个娑婆世界内底哈，咱即个娑婆世界。有已经成佛无量啊，比方过去庄严劫就是成佛，啊，即马有未来佛、现在佛甲未来佛，拢总伫即个咱未来干那要担咱即个娑婆世界成佛的，要担咱即个南疆部洲成佛的，有一千佛，现在佛有一千佛，现阶一千佛，啊，佮未来成就到成佛都有万佛，安尼即个有凡。有凡有圣人，但是凡夫无量，因为有六道众生无量的关系，吼、哦，就以前来这些字安尼，吼、哦，今嘛这个大千世界是安尼哈，干那单单指咱这个太阳系的无量啊啦，吼、哦，这个众生凡夫的无量啊，你想讲现实的这个人道众生多六十亿超过，六十亿个人类六十亿。啊，这个畜生道吼，会品种四十亿安尼，品种了。啊，地界鬼魂，地界啊，鬼道、畜生、修罗、人道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干那咱这个就是安尼。但是应该吼，一百亿个苏米山内底，拢总含咱只类似安尼，拢总相像。好、哦，安怎样？这个。啊，搁再来吼，以前来在讲有四性，有受六凡。四性是啥呢？就是迄个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甲佛陀安尼。好，啊，搁再来有六凡，六凡就讲三善道甲三恶道。安怎样吼？但是是我解中平等根本义，就是拢依赖伫即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拢依赖伫遮。好、哦，所以现在在讲。他讲知性佛所以知凡尘同一道，知性得个知众生，啊个复杂呢。好、哦，恁即摆看到这个名相哦，伊拢总干干要讲性佛安尼尔，就是众生无佛的意思。哈、哦，但是进来这一个讲，搁在下面一句讲，本为一相无相之真如，注意记着呐。今仔日有这个大千世界。事实讲是众生的依报土，啊，众生依报土，就这个依报土就是由业力所现的，
但是其实是缘起的，因为大千世界是缘起的。其实这个是一相无相，我看你应该听有吧？缘起本空，一相无相。所以呢，无论宇宙间有无量无数的大千世界，伊拢总是空相，安尼空相，安尼你就知影。所以迄句话叫做一相，是唯一的虚空相。虚空实相，无过去，无现在，无未来，无三界。好、哦，即马即句话就讲，这个是假现现，唔过假现现，这个是无量众生所成就的依报世界安尼。好、哦，其实是一相无相，按、啊、了解吼、哦，会真如主性体安尼。那么这边就讲九分，接下来一下去讲安尼，这个一相无相吼，那是用分。诶，清净本心来甲讲安尼，是虾米？就是迄个真如，真如就是叫做阿摩罗色，叫做清净色安尼。其实是真如主体，用佛来甲讲哦。那么如果那是用众生的佛相来甲讲，那么这个叫做阿赖耶相。哈、哦，即卖一相无相哈。用佛来讲，因为佛未使为一个迄个人。如果这个用佛来讲，应该我为安尼那不对啊。我为安那不对，因为佛佛性遍虚空，所以未使用安尼话。安听无？安、啊、那是用众生来讲，可以，因为我爱心、你的心，咱拢总蒙蔽。真如自性，亦就是光明中。就是阿摩罗色、清净色，啊，那是用凡夫来讲，有无量的劫色，它叫做阿赖耶识安尼。用咱来讲，我的阿赖耶识和面阿赖耶识应该无啥像，但是有一个共同，就是讲咱同齐内底，拢总有这个劫色，甚至台湾岛的劫色对咧，应该有一部分相像，这个叫做共业，较甚至台湾岛人。啊，那是无相的，就讲咱个人的家庭环境无同，无同的，就是有男女的物件，男女相无同。吼、哦，所以有相像的共业性，有那无相像的别业性，所以心内底这个较叫做阿赖耶识安尼。啊，那是依佛陀来讲，已经清净了，那么这个叫做阿摩罗识，阿摩罗识叫做清净识安尼，就是如来藏本体安尼。啊，了解吼、哦，这个就叫这两句的字安尼。所以这另外两句话就讲，佛就是出地如来，那么凡夫叫做在地如来，因为咱的如来总受着蒙蔽，就是个好业色颠掉的，叫做在地如来。啊，那佛陀已经清净了，叫做出地如来安尼。哈、哦，有一天吼、哦，那个高雄有一个路上给个小庆安尼讲事啊，今仔日吼，你为迄个阿伯赢啦。讲我阿袂赢，讲对赢就好啊，赢就好解决啦。安听吼、哦，伊讲你平常时计话拢话阿袂赢的，到有一天已经清净的话开始赢啊，哈、哦，无唔对，即句话是计加暗示，一定爱安尼。咱众生拢同齐爱圆满，你那是业识清净的圆满啊，哈、哦，啊唔过真未圆满啊，所以有蛮多的真济。而且的问题就讲众生有真侪问题，对阿弥完满安尼，阿、啊、我嘛阁真有问题啦哈，安怎样哈？真真正正凡夫嘛哈，阿个凡夫精的哈，哈安怎样？这是只安尼哈。那么由是共业相，它生出各种的现象，靠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安尼，哈哈，这个哈由共相业性啦哈。共相的业性，啊，甲起现行，这个起现行吼，两种哈。譬如咱今仔共同起现行，较有这个台湾岛各种的这个经济啦，啊，地震啦、水灾啦、洪灾安尼不断，这个叫做咱共业起现行。安、啊、了解吼？啊，所以咱伫这个所在，佮共业起现靠这地壳、雨季、畜生，而且问题伫咧。这是咱共相的共业，但是咱有哪有一个叫做啥？真内底共相毕业，所以靠这个大千世界的各种
好甲无好即个问题安尼，吼、哦，即是个指安尼哈。所以内底较去是法界众生所动机的依报土安尼。啊，但是依报土，譬如讲咱今仔日咯，咱含澳洲的人共同是生伫即粒个南疆澳洲，这是对。澳洲啦，全世界吼、哦。唔过呢，咱所生的国土无同，这个叫做别报。吼、哦，譬如讲，咱今仔日含大陆的人，应该是偏偏是炎黄子孙是黄种人，安尼来甲讲，这个叫做强业。唔过呢，咱因生地含咱生地才无同，啊无同即嘛会记住咯。风水轮流转咯哈，风水轮流转听好无？即嘛结变啊呢，结变大变大变啊哈。真正大变啦！啊，风水轮流转啦，有那是众生的业力个引起的。譬如讲，伊当时即三二十年前，因信大陆迄边就比咱只较艰苦嘛吼，文明差咱只足济嘛吼，啊，甲即个生活比咱只艰苦。但是即马人因计变啦，啊，咱即马变过来啊，含人交换，因苦已经苦尽啦，啊，即马就搁变过来，啊，变过来我咧讲吼，会变来变去安尼，你来知影吼？即嘛，因你变个变好起来，都亲像咱当时经济个好安尼，啊经济好，再人就真夭寿骨，真浪费作业，啊这样慢慢的走下坡，啊走下坡，佮走到紧绷，就佮爬起来，这真自然的道理哈。啊这样迄边的东西真艰苦，啊即嘛直直上坡，上坡了，本来是看因的都市啦吼，无一定大家拢真好啦。啊这样来，因佮再来就开始佮浪费，因迄边即嘛有那真超乎啊哦。应该恁知影嘛吼，真超化，真超化了，伊就阁变过啊，都知了啊。啊，即马咱结苦了，咱即马已经拢变过大陆个土生话啦，恁知影无？几十万人过哦，这毋是白差的哦。较早咱请外劳，即马互人请，吼、哦，互人请。即马失业率吼已经44,200人啊，超过4.5%，4.5%，即马已经个。看即卖经济起飞的未啦吼？看花起来会不会安尼？吼、哦，看能不能够花起来，也是众生的业报了哈。众生的业报我懂哈，唔是讲花花得花啦哈。哈、哦，有诶看好，有诶看歹啦。安怎样吼？啊，都唔知安怎，因为有那是众生的这个业力啦哈。我咧讲哈，众生业力，所以进来即就讲众生业证吼。哦啊，起出各种现象，就讲环境对众生的现象啊，事，譬如讲天灾地变、风灾水灾、经济，这种做现象，这叫做现象哈。啊，甲人心的这个变化，这个叫做起现象安尼。吼、哦，进来在讲安尼，所以靠这个大千世界啊，靠各种的这个苦难伫咧。我即马甲恁讲一下吼，这个四大步骤吼。的现象，我跟你讲，南疆步骤人为74岁进，北古罗州1000岁，哈、哦，这两个东胜新州甲西牛河州拢300岁安尼，安听哈、哦，这拢无病，这1000岁这拢无病，咱这多病，这好幸福，这歹幸福安尼，安听，这个所在无人要幸福，咱这个所在有部分的人要幸福。所以这个所在是较好解脱，啊，因为有苦有乐较好解脱。南疆步骤有苦有乐较好解脱。那么这东胜神州甲西牛河州，这因为因的寿命300岁，这有那较歹解脱，这无佛，这有佛安尼，这连佛法都无佛法，听无？迄、那个唯道唔去遐，因为遐唔免，遐甲因供菩萨，伊拢无要信，反正因真快乐，就去修行。啊，咱这得半苦半乐，所以无修未使者。所以这个所在较解，这个叫做啥？无同的福报安尼，吼、哦，安了解无吼、哦？这个是有哪甲注意讲一个较详细一点啊哈。那么，再来个看哈、哦，就是咱众生是法界众生，这个所积的依报土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身躯咧叫做净报体，啊，咱个人环境叫做依报土。依报土是讲咱当地的生在这个台湾岛，但是咱今仔下个日咱阿个无失业未啊？就是应该咱的福报更高。我甲诸位讲一句真特地，学佛修行拜佛的人，应该环境袂外歹。我敢甲恁肯定这个代志。
学佛、听经闻法、修改忏悔的人，合解未讲含乐，啊，真紧就搁升起来。我敢跟恁肯定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唔免求，自然就有啊。会记着呐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恁家记这句话，绝对会接受到，接受无要紧。今仔环境若便利，做你忍耐，反正我好好学佛就好。吼、哦，这点大家记咧，吼、哦，应该好咧，袂当安尼。但是进来都有山川溪谷，吼、哦。这是啥？溪谷就讲两支山的中最含的迄个所在，迄、那个水个流点。譬如讲，这个山流来下面，这个深的迄个叫做溪谷安。吼、哦，那么进来这种属地土地，管气为山，流水为川，两山之间为谷，迄、那个叫做山谷，吼、哦。怎么来啊？哦，所住住的讲老，迄、那个叫做客讲，即是废废的就讲错。哦，咱就安尼讲，废木丛林就讲一切的花草，哦，迄、那个树木、草木拢讲叫做废草安尼。哈、哦，言废有木，该唯有丛林，就讲规个有树啊、有草啊、有花，内底里呢，迄个叫做丛林安尼。哈、哦，佛言诸有，这就讲丛林内底有真济会当自由的，的有草安尼，哈、哦，所以名有草，亦无他草安尼，所以会当自由的。即嘛，即句话意思是讲，因为有草啊，不一定会当自由；有的草啊，会当自由，啊，有的不一定会。下个一道，所以迄个药啊，哈，迄个草啊，有哪有毒草安尼，即嘛爱注意啊，哈，有哪有毒草嘛？记住吼，我读册国小迄个中间吼，有一种树安尼，差不多两三丈高，啊去甲搬迄个枝落来吼，身躯甲落来，规个阵肿起来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同学真害啦，知影迄款物件会肿哦，啊即马阵搬一出来吼，啊甲肿哦，又啊阵用迄个啥，用迄个布甲包起来，啊阵对另外一个同学头只听阵安尼讲。就是较露露的，确定阿阵怎么酸安尼？吼、哦，迄个共创地，甲无停无多的。啊，我会记住讲有迄种草啊，你若听过，规个就肿起来。有哪款会作用甲未作用，就拢有。吼、哦，但是即个是啥？即嘛以前来底下讲安尼啦吼，宁有错，亦无他错嘛吼、哦。所以即、這个，比如世间甲出世间的即个善法，会五性众生。那么这个世间五行众生是世间的叫啥呢？人性跟天性，这个叫做世间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五行众生有出世间的，就这个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一个大乘菩萨道安呢。所以进来对讲有错，有他错。即比如古有世间跟出世间这个善恶经济，啊，但是五行经济体类个别。五行的经济体类各别啦哈，啊，但是这体类应该是无变，变无变吼，都差几多，变无变啦哈，应该是无变，因为这个五行的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个就变无变，啊，了解哈，合解是无变，但是往北如深，甲往北浅浅啦，这个，即摆其实啊，众生的这个问题哈。譬如讲，咱个人拢有一个心嘛，这个叫做心哈、啊，这个心，这个叫做妄心，这个叫做如来体性，哈、哦。众生同一体，但是这个个妄别吼都无同啊，有的是浅浅啊了。虽然伊有根本无明，啊个机也无明，但是因为伊有力接收来啊，所以可能妄别较浅，哈、哦，妄别较浅，所以这个妄别浅的人哈。哦含如来中有显露的真实，那么伊就较容易显露，所以听到佛法，伊就较样要修安尼。但种妄白浅的人，伊就是贪嗔痴较薄弱，但是道德水准是道德较有安尼，所以若讲到道德，伊就较会心善。吼、哦，啊，若是讲这种妄白浅的人，讲到道德，伊就讲啊，世间无什么因果啦，无什么圣贤啦。吼、哦，你何必要听迄较早的人的话呢？现实，你若会当得到快乐就好啊！呢，所以即卖人就无啥啥嘛，
安听好无？即马人大多数拢啊，所以伊无去考虑因果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明知怎袂使，不过伊明知故犯咯。最熟悉的代，即马人就是遐尼糊涂啊。反正我这个时间来当快乐呢，有当时这个什么，这个母地因某吼，以后就讲安尼。我若伫风中内底，当这个快乐是天堂啊嘛，我何必得对你个对牛母地你个受信呢？所以就诽谤三宝，诽谤三宝，伊就三十三岁就对落来就死了嘛，准对落做蒙蛇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个凉风禅的原因就对下来。所以这就是迷惑的人，伊就是感激当时会当快乐享受，啊，即马就是安尼嘛。即马的人就是已经安尼啊，哈，了解无？啊，但是咱就无讲。伊若要讲用凡夫来讲，差不多安尼，佛祖是安尼，凡夫是安尼，但今仔有去修行的人，差不多是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个是用三种来比较。吼、哦，即马即个讲，即个来对联就是有道种的人，安、啊、了解吼、哦？有的是修福报，有的是解脱安尼吼。啊，有的是要行大乘菩萨法，通好强壮行动解脱。所以即内底就是，吼、哦。伊讲叫亲像五行精气的类别，这个五行精气吼，这个精气是个基业性哈。有的人业性内底已经存着啥大乘法，有的业性内底是存着二乘，有的是存着人天，啊，有的是这个业性吼存着世间安尼。这个叫做类别，这个是基业性。安怎样吼？但是有错，会将类真济。五行之上，用文有一个词，就是讲有较有特殊安尼，吼、哦。但是先有草之名，吼、哦，啊色各异。因为有草的名足侪种类，名啊色字啊足侪种，伊的形啊足侪种安尼。哦，即马即个佛就是要比如即、这个问题吼，即马即条有草字，就是去牵连到即个五行的即个根基啊。即马即个是要讲安尼来。所以有错如含头前迄个三，迄、那个个火铁如啦，是迄个姜子如吼，这都是另外一种的比如啊。所以即摆来伊较去讲安尼哈，即摆注意这点哈。比如，迄、那个蜜粉、米薄、片覆三千大千世界，比如讲伫这个大千世界内底，忽然间有大乌云，咱即摆甲讲八种国土，比如讲忽然间乌云密布，安尼来甲讲。乌云密布，就大满到咱这个台湾岛安尼，安尼来讲，所以这云的密，以前嘛来对佮讲，比如佛的演化心，忽然间佛的演化的人间，这个一个指三千年迄段中间，他讲着化佛如意啦吼，这个化佛甲应分哦，我大家讲一下哈，应心佛，应心啦吼。啊，加这应身分，啊，加这化身分啊，无啥像啊。啊，但是中称叫做应化身安尼。对讲佛陀吼，这个佛陀，伫倒数多天，八相示现来人间，成为最后身的菩萨，迄、那个叫做应身分安尼。成为最后身的菩萨，对讲佛陀，还是讲未来灭的分，这个叫做应身分。但是这个佛陀有无量的变化，譬如讲观世菩萨普门品，你敢有读过？众生需要啥，我就变化做啥。啊，这个需要罗汉心，我就变罗汉心；需要基础心，我就变基础心；需要天王心，我就变天王心。这个叫做化心，安尼。伊有无量千变、无量千万亿的化心，这个叫做化心。啊，那应心是佛陀东西，哦这个就有一个差别，啊，不过佛陀本身有功德心，佮有法心安尼，所以佛应该有四心，吼、哦，也是有诶讲三心哈。比方化佛如意，应譬如讲随类应现，无求法界。但随类应现吼，譬如讲伊会当应现在地界，应譬如讲这个轨道啦哈，地藏王菩萨伊的，迄、那个佮应现伫地界道林，啊佮轨道。啊，其他菩萨都应现做鬼王，吼、哦，这个地藏经就是安尼讲嘛，吼、哦，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啊，但是佛陀吼，伊、哦、应在人间，也是应在修罗，应在天上，拢讲可以。譬如讲佛陀有一个叫做他修用净土，伊会当变现一百吨的金身，应现伫初地的他修用净土，
也当应现清净的金金身。第二性的他是用净土，无这个二地，啊会当应现一万等，就是二三地安尼。哦，这个叫做伊会当无量应化，安尼应化的应现的救法概念，安了解吼、哦？那么伊各界各样，比如讲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伊免那变随在伊哈，会记真啊。但是真来在讲讲应，故所以讲讲用这句灭魂布遍布来个比如，哦，伊这么是讲灭魂遍布。不过这是照世间的这个相吼来说法安尼，但是化佛同时会当当作实现安尼，当作实现吼安怎讲呢？譬如讲，即卖即句随主说吼喏，譬如讲迄、那个有一天啦吼，有一天咱大家已经成为地上的菩萨，叫做初地菩萨，你真真正正会当变现。一百个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去迄个所在，你变哪样演化，拢总可以。这个叫做随时实现安尼。你有一天已经证证迄个证无生法啦。啊，你若是讲已经有修行修到二地的水准啦，你会当变现伫一千个大千世界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有一天已经到三地啊，你会当变现伫一万个大千世界安尼。随在里面哪有变化？随在你叫做化身菩萨，无量无数的化身菩萨。啊，那是地藏菩萨是较无可能啊！地藏菩萨会当单操一个，到处去运作去说法安尼尔。吼、哦，这是地藏菩萨是安尼，安了解吼、哦。所以现在这搁在讲安尼，佛会当随处说法。好、哦，啊，那是菩萨未当随处，菩萨就看一初地一百个大千世界，二地一千个，三地一万个安尼。啊，那佛就无共啊，但是佛无佛佛无佛就无共，伊会当骗虚空法界任何的三千大千世界，要变现偌济身拢都可以。哦，这个叫做啥？伊会当随时实现化佛安尼，所以随处说法，啊，了解哈？那么这个吼、哦，搁再讲吼，在咱这个娑婆世界内底吼，咱弥勒菩萨会当安尼，弥勒即弥勒，化身八千亿，时时是时人，时人皆不生安尼。吼、哦，这弥勒菩萨会当安尼吼，所以这个是安尼哈。但是进来的一念因说了，这讲安尼哈，迄、那个如来说法的音声叫做一念，吼、哦。圆满圆圆，就讲最圆满的演说。维摩诘经有讲安尼，讲维摩诘经的这个个佛理一念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安尼。这个我谈到讲过，迄个情形。哈、哦，那么这个异类拢总会当解安尼。哈、哦，不过我那个因缘呐，比如讲今仔日吼，我讲一句实在呐，佛陀那种应心伫咱人间的说法吼，可能目前无合。真正无合，吼、哦，这属实的啦。有诶，像一贯都讲啥物弥勒下生哦，那个胡说的。进弥勒菩萨下生，无人要认哩，因为进众生哦太恶毒，啥物人都无要认，啥物人，啥物人都无要幸福，无要奉幸福安尼。进来众生就是这样弯果难掉人咯。所以就是进有那伊那照讲哦，这主菩萨要应化吼，可能注意力也看袂到安尼。有那在有因缘的人会当接受，那无因缘的人就是菩萨应心人间咯、哦。可能有那受诽谤作业安尼，这是真，就是这样啊。佛法的时阵就是安尼哈。哦，所以真来得较讲，以类的界就讲如灭魂之遍覆大千世界安尼。好、哦，这么来啊，下面这段一时定数，积德破邪。废木丛林，各自有错。小根小茎，小枝小叶。中根中茎，中枝中叶。大根大茎，大枝大叶。株秋大小，随上中下各有所修。那么以一魂所悟，清清其精神而得成长。啊，化果复实。那么头前就讲，恶魂灭暴，灭魂灭。灭魂弥补嘛，吼，
啊，即嘛来骗我什么？啊，到一时啦，这里输的讲准落雨，因为云南吼应该拢会落雨较多。哦，那么落雨了后呢，伊即个个雾吼会当滴，滴就讲普滴的意思，讲普遍会当滋润，比如讲。草啊树木啦吼，也是讲规个树篮啦，也是讲这油草啦。雨落来哦，大地这食物，无论是小根小草的，也是讲中根中草，也是讲大根大草的，这个树啊，无论大小啊，上中下拢会当接受受到这个雨的滋润。吼、哦，这个大家知大地安尼，但是一分所雾，吼、哦，一个分一落来了。那么这个世间的这个食物吼、哦，拢总会当得到生长，啊，不但生长了，有的开花，有的结果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即马这段是因住这个世间的这个雨，来因住即马这个无同的这个众生无同类的这个品性，受到佛法的影响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即马这个所在较开安尼哈，我照伊这个佫讲一下哈，迄、那个书。三点水迄日吼，迄日我那读过书，就是及时雨的意思。忽然间落雨来，但是因为雨平顶落来，吼，但是伊会当普遍，或者草啊树木拢会当得到滋润安尼。那么这个甚至迄个下地边的这个油草，吼，拢总有那原来当得到滋润。那么这个哦，迄、那个树啊骨啊吼。叫做茎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尼有大中小三处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这个草啊，地上有根，啊，内口有迄个骨干，啊，即嘛内口这个枝叶啊，呢，触地生长，这个就叫譬如人天生，吼、哦，这因如哈，因如人天生啦，声闻生啦，啊，甲独觉的这个个辟支佛生安尼，啊，甲因如菩萨生。哦，这个等于讲小错大错，拢总一个比如在小错伊所接受的少，啊中错是较侪，啊那么大错接受这个好是较侪，搁较侪安尼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个五行法的中间哦，对佛讲五行法，啊拢会当依个人的这个根基，随时依教正理，依理去行安尼。比如讲，伊今日个根基都往比较深，当然伊接受的是较少安尼。啊，那么是根基呐较深的，最高深的，等于这个菩萨道，伊所接受的大悟大法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那是人天生的小悟小法。啊，那又讲呢？譬如讲，这个个人天生，你甲讲大法好听，未接受，不但未接受，有的呢，即个讲，譬如讲，都卸张草啊，尔。啊！你雨落伤大，我讲连草啊树根都挽起来，好、哦，应该这个道理恁知影。啊，那是讲今仔日这丛树啊，这大丛，你无大丛雨、大阵雨，伊无够通好吸水安尼。好、哦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已经发大心的这个菩萨，你若无大发雨，伊未当接受，伊无要听迄个小善教。啊！你若讲都修人天性，你讲大乘菩萨，都你爱去牺牲哦。我跟你讲，无可能，真正无可能。伊讲我今日会当得好不上好啊，我会当治病，会当得好不上好啊。吼、哦，这都无共，迄、那个叫做小根小气、小根气的人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大乘叫做大根基。但是这个就讲依力，咱也会当依力起行，拢会当得到效果。比如讲，你今日要修人天性，得人天的福报，一定爱有因，靠有果，你唔能恶白想哈。我不骗你哈，你唔能个乌白去，叫讲我倒来什么会？吼、哦，即马迄叫人念佛的吼，拢讲念佛的真好报。哎，哎呀，这有影吼，拢安颠颠倒倒吼，有因靠有果哈。我你讲吼。五行法，无论你要得人天的福报，有哪台有这个善因？啊，你今仔日若是要按照未来，你要成就个人的解脱，你有哪绝对爱以四性体、以十缘起法来修？
你若是无以四性体为因，以十二缘起法为因，你无可能证阿罗汉道、辟支佛道。你今仔日如果若是无以六波罗蜜为因，啊甲十波罗蜜为因，你可能你都无可能成佛安尼。所以菩提因成佛果，这绝对安尼，所以唔通妄想。咱佛道的成佛唔是伫路边捡到的。啊，听好不？一定有三大阿僧，积极真努力真牺牲，大慈悲心救度无量众生，安尼来积福果的。今仔日咱如果会记着哈，这个因吼，咱凡夫的因会记着。这个因，比如讲咱叫恶因，恶因你绝对恶果，这难免的，这绝对的。但是你若无爱恶果，你来拜，来拜佛就好啊，你来净化，净化这恶果消灭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正常啊！我你讲的这个是真正确的道理，能强求，强求求无？安、啊、了解无？强求绝对求无？你唯有忏悔，卖去做恶业，安、啊、尼你自然就慢慢平衡起来。啊，你若今日就讲康师梦想，我就念什么佛，念什么物件吼？我讲你是差啦，绝对唔对。哈、哦，其实咯，你若求善法，还佫唔对哟。你知无？世间法是一定要有道德仁义甲因果，这是对哦。但是出世法，你若叫我要善报，我讲迄叫做邪法咯，迄就邪法啦哦。另一有讲到遮，我阁讲给恁听一下。因为你今日你要伫即个解脱道理唔去修吼，你叫人去引人去做弊来功德，这个善报，这是误导众生啊！你爱知影，我不骗你哦。这在佛的迄个解脱法来讲哦，迄个叫做邪门法咯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今物来得较讲安尼哈，根净基业。吼、哦，这个在太乙大师对这篇的看是够安尼啦吼。这个分析为不同净甲不同性安尼。吼、哦，因为今来得较不同的发心甲不同的修行，所以。一个四行安尼四只，有这个无同个性啦吼，无同品性，无同个性，啊，这么着看嘛，看你什么个性，啊，看你属于对一品性诶，你是要求大乘不强法成佛诶，啊，是要现世人间得福报安尼，吼、哦，安怎样无？啊，所以你都无共发心啊，修行无共啊，得过有四项，吼、哦。譬如讲安尼啦，吼，善因善报嘛，吼，恶因恶报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搁在人天法啦，啊，搁二乘啊，啊，搁大乘啊，这个当然有分类。啊，即么你重要看你的重点放伫倒一只安尼嘛，吼、哦，这是安尼吼。所以根有大小，所生的即根基业。有哪有大小，所以真来得，比如大乘正乘的，啊，甲小乘正乘的当然无同。阿罗汉道发心是啥？啊，我个别的解脱道啊，六道轮回艰苦啦。迄阿罗汉道就安尼嘛，迄、那个叫做伊知影缘起的，知影烦恼，会用断烦恼。啊，大乘菩萨法就无同，大乘菩萨法不但会当断烦恼，亦个会当体会众生平等性。要去救度众生，吼、哦！所以今来这个个人发心所起的这个行，所得的果，所以靠无共大小不同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么当然我今仔日咱来这个所在，就是要培养嘛，培养啥？培养这个菩提心嘛，啊，了解无？就是这个大，这个头前给讲的这个，大根啊，大根。哦，啊，大业、大智安尼，这嘛这是要培养安尼。来这要文化的人，这培养，我绝对甲恁讲，幸福较重点安尼。因为大乘经的佛的唯有一性来讲安尼嘛，所以咱一味大乘经来，这是要培养咱大家拢讲未来幸福安尼。啊，当然这个是有时阵吼，有的人较无当接受的嘛。不过你若接听就知影讲，啊，人生的这个修行过程。甲未来目标是达到对只安尼，啊你若多问就捌啦，啊你若无问就唔捌，这是必然的，吼、哦。所以今来在讲讲各有大小是不同，但是诸求之中吼，会分为大小求之类安尼。
毛大树小树啊。对，比如世间最小树是如啥？如现在内底又搁再分出来了哈。即嘛，伊即嘛用大树，啊个小树，伊在个人这个太乙大师也个别看是安尼啦哈。比如讲，小树是如七地以上的菩萨，啊那大树是如八地以上，啊。即嘛，即个是用十地菩萨、地上菩萨来去引入的。好、哦，啊，今来电脑补充资料，我后礼拜开个补充吼，后礼拜个补充，我今嘛即个先甲大家提醒一下，已经如小修如七地以上的菩萨了哈，如七地以上，对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，安尼，啊，那么即个大修是如八地以上。那么这个八地以上了哈，啊，到内底就如讲古树不退果安尼，树不退，树不退哈，以古树不退果，这个有四段不退的这个资料，后礼拜较整理给大家，较个补充，因为这个真重要，因为一定要修到不退，不退有无上道，在迄个个弥勒上上经都安尼讲过啊，对不对呢？会记一个呗，上先见就安尼讲啊，不退转无无上道，不退转的阿比跋帝，有四种不退，有不退，有三种不退，这个发义上后回个下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这个观本品后段，吼、哦，本品后段从这个有车乳品后段吼，伊崇宋内底有讲点，但经但有二目分为上中下品。所以这个不是跟他说二目三错的、哦、这是应该是说的大目小目三错有错啊，什么有这款的有三错，大小大小大筋大筋中筋中筋跟小筋小筋，所以这个有大小二错、哦、大二目三错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现在在说分为上中下三品，这些比如众生多亲像树啊，亲像草啊，这样安怎样吼？咱这个众生内底有大树、小树，有大树、小树的分别。这篇是讲安尼哈，有错就讲安尼。有会做右一，有会未做右一的嘛有啊。迄、那个前提吼，随佛性，但是往北至深，非常难成佛安尼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讲未做右一，有人去讲你未做密集啦，迄款人，你不是东西安尼，迄款的人。真正世间有许个那个不是东西的人伫咧吼，安怎样吼？真的哈，但是六地、七地、八地为中，九地到十地两地为上安尼，真内底伊个看法。这个完这段内底完全是去讲迄个十圣位的菩萨，伊引入出一个讲安尼，但是别样大丘、小丘各有上中下三品。那么这个上中下三品哈、哦，以十住十行十回向为是，比如小丘是三品，哦，这内底有十住十行十回向为，这个这三位叫做地藏菩萨位安尼，哈、哦，而且这叫做地藏菩萨的个是，哈、哦。那么以上同世间的人天性为初二三地，哈、哦。但是这个大丘之下是以四地、五地、六地，哈、哦，这个相同叫做出世之生。那么这段是，我看是安尼怪怪啦哈，这段是看得较怪怪，看得怪怪哈。这个大丘之中超过世间二生的七地、八地安尼。不过这段的引入哈，我是较无啥赞同，因为这个法义上哦，较无遐有迄个大丘以上奇异也所现出来。不过这种吼，爱搁在一番来看，到底探讨看伊的心是用伫倒一只吼，咱袂使甲讲唔对啦吼、哦。不过我个人的这个问题看法哈，那么这个生长花果复性，这个生长花果复性吼，这句话已经来在讲国清精神，明兵论之国事呀，啊、哦，这个兵论讲。兵修诸论，譬如讲何来，还是讲佛法何难？那么咱国人的这个兵修，啊，甲会当诸论咱什么安尼？譬如讲我即马讲，不一定恁大家听有啊，安了解吼、哦？真正不一定大家听，
足济听有，这是对，但是无一定大家听有。这个叫做禀修啊，但是有滋润无滋润，另外一类事，就讲今仔日叫做滋润，是安怎讲？我今仔日讲落了，因为这个雨落来，树啊，还是讲草啊，滋润应该有成长安尼，安尼较叫做滋润啊。但是呢，佛法人间会当闻法了，到底你有成长有无？成长讲你今仔日已经闻法了，你有实在要修行有无？这个就是叫做你有滋润。而成长安尼，啊，但是当然成长咱是无看到，但是你家己本身会看到，安怎会看到？你家己本身哦，内心的这烦恼作，你若有结长，忽然间变现一个无正常的代志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绝对有感想，迄个就是你今仔日有滋润到。但是你有感想，不但感想，你可能会艰苦过来讲安尼，啊，你艰苦过来讲了，你即马冷静。你去做代志都真小心啊，唔通阁唔对，但是讲唔通阁唔对，咁就会无唔对吗？我你讲会阁唔对，无奈会阁唔对，因为咱凡夫是多缺点嘛，会阁再唔对，你会阁艰苦，你会直直减少个，真正心静心修安尼，心静心修就是一定爱先戒不嘛，戒毒不了，这是儒家的思想就安尼讲，不了那戒毒，你就会当来心静心修。吼、哦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啊，你如果这个贪嗔痴无戒除，儒家个一句话讲，迄个物欲精进，天理流行。天理流行就是讲你现身出来，处处拢下着天理安尼。吼、哦，那么这个讲下着我如来体性，但是你有滋润，那么你这个菩提日日中，这个就当然就较下当如那类用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其实是菩提无中啦吼，无中无长无短安尼。哦、那么这个注意哈，一定要禀受诸论，佛法给禀受诸论了后，各众生有无同安尼各事哈、哦。那么这个生的叫做初心，中的讲如后心，譬如讲今仔日吼，咱个人阿未文化的中间，你内底无什么物件，但唯有世间法的探究安尼，也是讲世间的道德，啊，那是今仔日已经文化了。会记住咯，应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菩提心应该会生安尼。菩提心只是代表冥想，有咧讲啊，啊无应该无啥物生死啊嘛吼、哦，本来就无涅槃，本住涅槃啊。但这时间，讲就讲后壁你有时在去修安尼。譬如你咧听经了，你当会修会袂？啊是讲你闻法了，你会真真正正变到内行会袂安尼？迄、那个叫做习，啊、哦。啊！你若听听，你都伊不得已无听袂使。啊，听这样，等你都今仔都听无落啊！啊，等下原在我系我所，安尼都袂使叫做习啦。因为这里习就是学习的意思，哈、哦。啊，这样花虎呢，就是啥呢？因为花虎就是给工厂开花啦。开花以前来在因做啥？闻教修行安尼。学习了后，你有听到这个佛法的教育，听到如来正教。伊甲咱教安怎修，你就来修安尼。迄、那个叫做闻教修行，这个叫做用花符来解解说。那么这个个性呢，有修行的因，将来必定见果安尼。这是真主人的代志。哈、哦，啊，即马来呢，下面他讲如正理的果，哈、哦，言当受顶殊之物，等当者受到这个大物滋润了后，所生出来妖业。哦，众生教育有差别。当这文化了，众生文化了后所得的，因为蒙蔽有深浅道薄，所以所得的法有差别。这说明安尼，好，弥勒尊好啊。